问咱的其他的好朋友有无业吼，较无熟悉，你知道他吗？啊，知道哟，不要啦，看到人就内行的咧，手来这边咧，真的哟，无啦，啊，哎，因为来宾一定有较厉害啊，因为咱会晓跟咱的水姑娘啊，拢经过迄个挑选的，所以咧正常有业拢吼，无熟悉是正常的，所以这个这位一定更无熟悉，因为咱这位是为。哎，你是彰化还是台中？彰化。哦，彰化，我们彰化来的小姑娘，那个小文，你像那个小文嘛，为什么都简单吗？那个小文，嘿，主席嘛，是名嘴之一。没有没有没有，还在学习。啊，你大概你那个，那个小杜伟伟啊，吼，那个杜掉，因为他是跟杜掉离开掉，那个小杜伟是角色互换的学历嘛，是安尼搞啊搞。哎，是是。所以我嘛是讲，我还在学习。对啊，所以这么。用安尼变过来吼，无做会习惯的，你敢会知？真的吼，哦，无法度，咱的小文真正是，迄个哎嘛无简单嘞，陈立条条嘛立遥遥，你好像很少住我们这边嘞，因为都油门吹偌紧嘞，啊吹偌紧哦，无法度，正常的话为着钱就是爱冲，你知无？条条，无你今仔来是为着啥物？开人多无？哎，啊无你今仔日为着钱啥物？我甲你讲，正常的你甲珍珍讲一下，珍珍拢会知影讲哦，你们的那个难处在哪里？正常嘛是爱。注意安全比较重要啦，对，虽然无论水偌强，嘛是安全第一较重要。对，咱的小文哦，我有可能是对咱这边的路草较无熟悉啦。我头一次来啊。哦，对，正常的话，另外今日咱的小文哦，做汉咧做做咱婚姻观的吼，是很少。哦，所以今仔日吼，规场的小姐你上大牌。哦，真的吗？真的，你我上万啦。哎呀，大金麻烦。不是，你安尼会做真侪艺术，对，真。我的老师，那你这个是靠我吧？哎，是啦，是。你做个鬼屋个搞，我咧停车边，哦，四五点关。哦，你有点太夸张，你知无？哎，真的呢，哦，真的呀。哎，我不要再提前跟他打字。哦，我正常的话啦，我拢是吼，无咧插言。教育是真拍算嘛？我无啦，我是讲你根本无甲你回一个拍算。我讲你要做一个咁提醒啊！你安尼为着回回真侪迄段，叫红的，还叫迄个去相机入去，真侪非常对不起你嘞。没。你安尼搞错，我无法度甲你负担嘞。我注意看，哦，你也注意看哟。所以咱我会给你依据上咱这个路段的话啦，应该目前为止啊无啦。我袂当保证哦吼。嘿，迄个后头出来的话，我就无法度保证哦。是无对无头啊，对不对？哦，对，正常的话啦，以我对这的了解，为正常是无啦。对，咱的吼，咱的彰化来的小姑娘，真正非常无简单。迄个我昨迄个看到老苍的有外面，我嘛看一个。啊，有时候我今仔日，啊，你天气条条嘛，你来来，啊，你甲你邀请过来。是是是，真的吼，咱的小文真正把看到，真的就是互相的搓磨。切磋也不错，对啊，咱的小文吼，哎，无论咱的朋友啊，咱的非常的水，写咱体格嘛非常的赞。啊，听讲咱的小文，听讲咱的小文吼，暗时这是减的尔吼。对，正常真侪听到的消息拢是非常的灵通。啊，咱麻烦咱的小文透早去倒咧咧上班。电缆公司，电需要买电缆的电线，就是来找我。电缆公司哟，电缆的公司电线，哦，电线哟，哇，你安尼一个月安尼加加起来，赚啊，遮济敢好？无啦，我细条我赚，啊大条哩，哦大条哦，哦，啊你嘛是对啦，大条大家赚。对啦，咱的小文吼，非常无简单。好的，来吼，咱的小文继续安排好听的歌曲啦。祝贺，好，来继续安排，第一个叫祝贺。Yeah.
小姐，跟咱前面吼，咱收，那个同学，就那。